各位好，我是陈一佳，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7月20日星期二盘中美国股市的一些交易状况。那三大股指在开盘的时候呢，一度呈现涨跌互见的交易局面。那现在在最新的工厂订单的数据之后，可以看到呢，三大股指现在都是呈现攀升的。那道指的涨幅呢是0.4%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是0.5%，而纳指的涨幅呢现在还是0.4%。在板块方面可以看到呢，包括像耐用品啊，以及呢像科技等板块是出现领涨，而原材料等板。则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。在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，美元区公布了最新5月份的工厂的订单，那出现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表现，环比增长2.1%，这都是刺激市场的，特别是耐用品的这个走势啊，是出现上涨的。另外在汇市方面呢，美元对于欧元是呈现了走强，对于呢大宗商品的交易有一定程度的打击。黄金的在即价格呢，在今天下滑到了每盎司1249美元，主要是就是跟随啊汇市的一些变化。另外呢，就是呢原油的价格则是攀升到了98.96美元一桶。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一些消息。首先关注一下就是 Zynga 公司呢，他们呢更换了首席执行官，而且是来自于微软公司 Xbox 方面的主管。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呢 Zynga 的股价呢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，一度还突破了10%的涨幅。但与此同时呢，似乎呢微软还没有为他找到下一个接班人，因此呢股价可以看到呢是出现缩水的。另外再关注一下，在今天啊，由于在中国方面呢，对于呢国际一些奶粉呢进行了反垄断方面的调查，那生产的奶粉的公司呢，这个 Mead Johnson 的股价呢，在今天受到打击，出现了将近4%的缩水。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汽车销售方面的一些数据。今天的很多的汽车销售公司啊，都公布了最新在6月份的销售。可以看到呢，福特汽车公司呢，他们在6月份的销售年比增长了13%。另外呢，像通用汽车等表示呢，现在是出现了2007年以来最为强势的汽车销售市场。可以看到，像福特等汽车公司的股价在今天都是出现上升的。再关注一下就是金融板块，在今天呢，联储呢对于呢金融板块 Basel 3的一个呢条约进行了投票，那刚刚公布呢，那在2019年。可能美国的百家银行啊，需要呢进一步的提高资金的45亿美元。那可以看到整个金融股板块啊，在跟随这个消息之后呢，是整个的不管是上涨是出现下滑还是出现下跌。那可以看到呢 ，JP Morgan 在今天是受到呢升级消息的影响的，股价是上升的，不过现在的涨幅也在出现收窄。所以再关注一下健保方面的一些消息 ，Vavida 公司今天股价出现了明显缩水，主要是由于在新的一个呢健保等方面的改革之后，在2014年，他们的很多的收支啊，将会出现明显的缩水，造成他们整个股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。以上呢，就是周二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陈一佳，我们稍后再会。